8000收呢。一吨的手办盲盒里有什么？沈老板，您的货来了。哦，这把好多呀、啊！工人呢，正在帮我搬货。你工人，你干嘛呀？那上次你赢了，这次你从我这儿整十箱。赶紧干活！赶紧干活！啊，行。加油，你可以。真的是有点快。2 hours later， 3000一箱，十箱3万，十箱3万没问题，花得起，花得起。还有谁？你们知道这箱有多沉吗？不一定会有大货，但是我觉得以数量可能能取胜。这箱有25个，抱走，23个，一个，这箱就一个，兄弟们。不建议您拿这箱啊。几个？就他，就他。如果您要拿这箱的话，闭嘴。这箱4500。闭嘴。不能。来，39号6个，来。来，106号箱4个，拿走，开箱。哎呀，这箱开开。行了，哎呀，补货。到现在我2000收。等会儿，我不认，一个大货没有吗？没有，这是系列吗？不知道，全是补货。开这个6个。对，哎呦，这不是锁了吗？这人我认识啊！你打开，你看看6个五啊你！哦，是黑白的吧？是来了，它几号色？2号色，还行。2号色，普通色。行了行了，一下有个一号。这个我之前可能在某一上搜过，3号。全了。3号色是一体，带丝还有后开窗的。嗯，我这一箱我给你两块，3100，挣100块。收不收？你要不然你自己早就卖。啊。101号箱只有一个，而且这一个巨沉，你知道吗？3000块钱买一个箱子，绝对能够买。啊，一箱纸。哦！突然想起来，这一箱不是我的。七大发财，居然把我给他控制住了。大。里面有一包，它里面有一堆。来，老傅，过来讲讲故事。这我不太懂啊，不然我可两百卖了。可两百卖了。这是个柜子，它里边呢装高达的。那里面有吗？多少钱收？来，开价，开价，负责开价。你也多少让我挣点？你还有7箱，咱今儿就我就赌你那7箱肯定没高货，我8000收你。8000收我，出吗？剩下7箱盲盒，咱们直播间见。我把这个10个的拆了吧。这箱纯小垃圾啊！炮姐，这怎么还有漫威啊？罗杰是吗？这罗杰可以啊！我的，糟糕！我让他原价回收吧。我就直接把它装回去，然后我跟他说这箱我不要。小机灵鬼啊！我觉得我可以。兄弟们，咱说好了，一会儿帮我演戏啊。放最底下，他来了，我就说这箱我没拆过。我的完美伪装啊！那更让我知道这。2 hours later， 那一箱我3000给你回收了，行吧？咱就好。那箱3000我不要了。这箱有 BB， 你都不要了，他觉得那箱有 BB。刀呢？但你要为你自己的自信买单，你刚刚自己说里面可能会有 BB 的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朋友们，虽然没有 BB 啊，朋友们。它很贵吗？看哪家的。兽屋的。听说过兽屋的死士吗？这一箱目前卖808，你这箱你能卖上4000吗？下个月继续。